this again.没有，那最小的，它每种规格都有油性和水性之分。那么最小的也有水性的，对。只是它打的没那么长，你像那个油性的，你昨天不是试了吗？对不对？这里不够清晰，但是它这种也有水性的，它只是开样子之后没有直接晒开，所以它分别开样子。这是油性的，对。这是唯一的。对，它有 UV 也有不带 UV， 都有两种规格，对，都有。像这种镜头要分辨。就说要问一下，就是你要水性就比油性要便宜，慢慢就好，是这样子。对，油性就是油性。这种啊，这种不重要，这种要怎么弄？对。这我平时是不打酱油还是？